史上最惨的三位导演，导演来，导演快！我来一捧，你也来一捧，来给我大的。行，哎呀，哎呦，好吃！咱们菠萝皮皮真的太辛苦，而且天热呀，得补点盐，来来来，来，王经理过来，王经理你出来，你先出来，我打你一顿，不给水。不给肉，说总咱们玩大一点，咱俩石头剪刀布谁输了谁剃秃。一共他已经够了。我们找导演，他们抱一个好不好？各位还好多起来。这时候威胁别人有意思吗？没有求我的时候。求你的时候再说吧。